祈祷者六之三部曲。光明狂热分子，这不是之前倒地的那些人吗？哎呦，过不去，我必须要绕一圈过去追击。哎呦呦，点击可以补充魔力跟技能，打一下可以释出滚动的原木，看起来很好笑。哦，有有有，原木跑出去了。补补血，补补血。哎呀，补补魔力。虽然我这只角色啊不太会耗什么魔。臭蜘蛛，臭蜘蛛，臭蜘蛛，不砍，轻松过啊，拜托。走走走走走，继续走。The old king used this garden for quiet contemplation and communion. 这边是不是要伪解谜？不太确定，反正这种游戏就是爽虐，对不对？来多少敌人砍多少，砍光他们。喂，我觉得那个 shift 往前那个跳跃真的很爽。转过来，哎，而且可以让原地的那里的怪被定住，也不算被定住啊，就是他们如果结冻满，像这样塞那个结冻，嘿，哎，一堆被结冻，爽快！哇哇，你有看那个被打被打死，是直接被我弹飞，哎，嘿，爽快，舒服，走，有舒服有舒服，走走走走走。来啦，有没有更强的敌人啊？一群小蜘蛛，难不倒我的、啊。喂喂，哎，全部冻冻死你们！寒冰双刀流，打飞打飞打飞你们！喂，揍你揍你！而且我在想，应该是左键的一个攻击。因为他这边没有完全的翻译，不太确定，就是有没有？你看我有那个星盾，有护甲，所以都没有扣到血，就可能是冻结之后再打怪会有那个吧。星盾，嗯，哦，这边我们解锁两个，所以看来这个这里果然是要跑一下，喂，解冻，冻住你，大蜘蛛。打爆你！还来啊！然后攻击好像变强一点喽，但是跟我还是没得打的啦。双刀流哎！刷刷刷！我说宠物没在做事，啊，宠物是加能力啊。我选的宠物好像是加移动速度，是不是？啊，新手的话会有另一个宠物是加那个浅浅掉落浅浅的，都不错，都不错。但我们刺客对不对？当然是要有一个移动流、速度、神速。小蜘蛛 ，OK， 小蜘蛛，我、哦、这个，哦哟，哎呦，顺动速是不是？把你冻住，看你要顺到哪里去？再压，再压，再压你。哎，没弄到，没弄到，有有有，解冻，再压你，再压，不是很会顺，不是很会顺，不是很会顺，哼，跟我斗，哎呦，草丛有埋伏。Another trophy, kill it. 你以为打得赢我吗？哦，自演自演。是自演啊，看我这么强大，现在马上。他说了，自演自演，走走走走走，啊，有缘再相逢，有缘再相逢，先捡东西再说。有没有获得到比较强的呢？在这新手时期啊，东西，哦呦，我这蓝色武器数值就这么高了，哎，毕竟我们这个橘装是很早拿到的，我觉得可以留一下。其他有，新手时期我觉得都不用想太多，就是看那个数值，数值比较好的就穿，反正很快你就可以获得到更好的，以后才知道多多考量。
一堆尸体耶，怎么了？很多人在这里败阵了吗？看来需要我啊，交给我来。解冻，等级提升，快走快走快！我六等了，等一下就可以有新的技能了。小毒物哦，就是他！哇，你这个完全看不出来是一个小 boss 啊！小毒物，你是不是要学会变得更厉害？嘿，打我打我打！你要不行了，直接站着跟你打。哎，还没结束，还没结束，它只是一个小毒物。用力用力，还来啊！源源不绝，臭蜘蛛，杰斯克星，追优波迪恩，赞！毒物之母，我看起来很凶残。哎，解冻！面对这种敌人，就是不断的让他解冻就对了。走过来啊！喂！哎，解冻！拜托，跟我双刀流动，你回家多练练啊！你看这是爽打、啊，有问题就让他解冻就没问题了。对，血条上面是护盾啊，这只角色就是很会那个打出护盾来，所以几乎都不扣什么血。我觉得这只角色真的 OP， 有 OP 到。顺走，打完收工回家练技能，走。Hello, friend. Good to see you. 打蛮爽啊！今天有可能想继续玩下去啊！我们这个游戏爽快，我们可以多玩一下。战斗哦，战斗任务解锁喽，所以会有别的。但是重点是哦，有队伍可以邀请队伍了。来来，技能滑鼠中剑六等解锁哦。有了，有没有新的技能拥有了？这个是哦，一样是冰冷伤害的，冰冷伤害的。好，反正我们有新技能，但先学再说啊，先学了再说。这武器啊，值得留念。我们虽然应该也装不到啦，之后应该也会打到更好的，但是还是先放到储藏箱，然后其他的。搜哈全卖。我说小怪又打很少，不是要练的，没关系啊，你继续打下去，对不对？之后的怪更强，再练都来得及。反正我们现阶段都没有卡关，所以就无需担忧，持续的战斗到底就对了。修哈全卖，喂！这只角色真的很强啊，所以现阶段完全无需担忧。这边也拿到更多的碎片了。重点是，我们是不是有开启新的任务系统？要求你完成特定的目标，防御任务有没有？还有防御任务跟生存任务，现在任务就有不同的，但是你要有指定的等级才有办法。那。甚至呢，还会有暗杀钥匙。哎呦，完成任何任务解锁。那我现在的战力量值是 1.33K， 所以应该可以挑战一些比较强的。好，这比较强没关系，我们依序来挑战好了。这个是怎样我也不知道，好不好？我也没玩过，我们就购买。重置哦，这是重置。好，我已经购买了，所以我可以打了。哎，是这个吗？哦哦，要这样点哦，所以它是三个关卡，有
刚介绍嘛，有攻击有防御的。来，我们来先来玩看看、啊、防御的，活着保护好。所以会有很多敌人过来，是不是？还有没有哪里有一些其他的资讯？下面我们现在应该就是以单人为主啦，因为我现在玩的是测试伺服器，那些30等的应该都是 GM。嗯，好，我们来玩一下那个好了，防御的。这些石头真人，噔噔噔噔噔，防御任务。猜怪应该就是一直来，然后我们有滑鼠中键的，就是什么我忘记了，自己附近的范围攻击是不是？敌人会不断的过来，没事，拜托，想跟我斗，哎，有种冲着我来啊，靠过来啊，别这么站那么远啊，滑鼠中键，暴气。砸死他哦！哎呦喂喂！这个家伙会痛，这个家伙会痛。开始有疼了，有疼痛了，有疼痛感，有疼痛感了，有疼痛感。你冷静啊，会疼啊，你们听到、啊？不能小看，不能小看，我已经最后一波这么快，那就不用怕，补个血，补个血。哎，关键还是老样子，冻猪不洗澡。喂，喂，有，可以，没事。哎呀，虽然有一点小惊悚，但是有没有，我们药水其实都还是很够的。还好我刚刚选这个，不是选更难的，宝箱。哎呦，罪恶药师获得紫色的。有防御任务，主要应该知道防守这个。OK 的。神庙的血，满血过关。继续。还有三种嘛，我们三个都可以来玩玩看。然后等一下就可以挑战更强的任务了。哦呦，他现在要我暗杀，好，等一下看看有没有获得比较好的，没有。QQ 力量增加攻击伤害，敏捷暴击率。那他加了这个什么？哦，敏捷、坚毅是防御力跟护甲。好，虽然有点想要敏捷加，不过没关系，这样子还 OK。999，我们来看看传说中的暗杀 ，Assassin， 暗杀战斗。暗杀的目标只有一个：找出精英怪敌人，然后把他 KO 掉。哎呦，很适合我这只啊！我这只干嘛？我这只就是专门刺客啦。建议的力量值刚刚好啊，可以的、啊。需要有罪恶药匙，我有。然后打这个哦，打这个就可以获得到碎片，英雄的碎片。来挑战看看。但这任务好笑、哦，不是要。暗杀玩家，或者我们被暗杀，有没有？是暗杀敌人，精英怪。我们被在这里一堆敌人暗杀之前，还要先跟这一群家伙打，是不是？来啊！臭东西，臭东西，再飞啊，再飞嘛你！走不了，所以要先解决这些家伙。可以，没事。不要跑啊！一天到晚跑，追跑，还来，冻住，不许找！哎，什么东西？
地上有陷阱，他放那个陷阱了。刚我有点被卡住的感觉。哎，冻住冻住，现在小心那个陷阱。OK， 补个血。哇，敌人确实有一小挑战性。然后指引还是会告诉我们怎么走，所以其实还 OK， 还 OK。铁匠铺在这里，强化武器。哎呦，地图强化。